珍宝装饰的，美女其实就是车子，然后这个车子是珍宝装饰的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叫趁天宫，这个趁天宫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就是说如果是人道当然要用车子，好，可是天道呢，天道的众生呢，他们这个 天人啊，他们的宫殿有时候就是随着它而什么而移动的，随着它而移动的啊，在这个异界天，这界天的天人，异界天的天人，他们有时候他们移动，他们的天宫就跟着他移动，因为他们的果报就是这样子，啊，果报就这样。那因此，所谓称天宫就是天人的来，他就是交通工具就这样，啊，这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。啊，就像我们从这里到那里，我们要搭车才能走，要不然你要骑脚踏车、骑摩托车，啊，开车坐大巴士。这天人往来有一种是怎样？它是随意念而往，有一个是称空宫天宫宫殿往，啊，宫殿就是它的所依依报环境，也可以说是它的住所，也是它的交通工具，啊，所以叫称天宫。那意思说，这个人的功德是如何？他可以做珍宝莲语表。